在香港吃饭的时候呢，我旁边就有很多的女生一直在讲我们戏里面的对白。那他们说我们唔好讲，唔好讲，唔讲得，唔讲得。不可以说吗？我听说大会是让我说我们的电影的。系，但系因为我哋电影里面的对白好多都夹杂住一啲粗口喺里面嘅，咁所以我惊你广东话唔好咧会讲咗出嚟，所以唔好讲。原来系咁。系。其實呢，我都有分嘅，分得到嘅係嘛？係咪咁啊？導演，問問你教給我一下，就是我看到他們，我就會想到一個詞兒，但我不知道怎麼說，那個叫什麼？靚，那個叫什麼？靚仔怎麼說？用粵語？靚仔，靚仔，靚仔，係啊，靚仔。哎，你們全場的姑娘跟我說一下，你說一下好吧？說一下，他們是不是靚仔？來一杯酒，靚仔。你当系乜嘢啊？你当系乜嘢啊？老婆？老婆咩？的系如果系老婆，夜话夜话夜话，我唔等，再等啦，再等啦，永远唔知你喺边，唔知你几时翻嚟。我不想过了，他已经想安排电视了你。